这有没有痛？痛啊！有没有痛？没有痛啊！那你比较紧，左这边比较紧啊！你看这个很硬啊，现在得要帮你调软它。有没有痛？没有痛啊？多了吗？嗯，痛多了啊！这已经调到松松软软了啊！记得不要去扭那颈椎、腰椎，咔咔声啊，这样一碰一下，你这个疼痛会越来越多啊！